这么强硬，直接炸你怎么了？再给你一刀怎么了？这就是比尔·沃特的人，我这么愣头青，我操！又一个，那你不是死了？神头铁，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谢风车开的超粉 plus， 谢谢老板的超粉 plus， 谢谢风车，谢谢好兄弟的荧光棒，还有超粉 plus， 谢谢。这么好中吗？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水平。牛啊！先吃个车先。哎，我该直接追他干，有没有机会直接杀他？我怕他闪现 A， 我破绽。剁碎他们的骨头！别发了，我这不死也要推啊，大哥。管不了啊。我操，那就真没办法了。往前面走，让兵看兵线能不能进塔下吧。要是把对面卡，我他妈就很难受呀。人太多了。谢谢胡爷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谢谢想和泽赛打对什么什么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Q 快好了，再去 Q 他，这样我只要砍一下，我不能去他塔下等着。反正我用了点燃，有加速的。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渣子，谢谢江豪送的半卡哦，谢谢，谢谢七半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这翡翠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救。打断一下，我的妈！又一个，死亡把我吐了出来，脏东西！今天是被送什么礼物中超粉？这个礼物好像不太折望我，送什么礼物抽那个超粉来着？也没有根本知道，值个身。
把他把兵线推了，大招解线，肯定有兄弟想说，哎，你小子当兵是不是？不是的，这波帮下路解线，下路得谢谢我，要跟我说一声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想和走赛送的超粉，谢谢老板的超粉，谢谢谢谢，谢谢风车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我要和他们消遣一下时间。他在后面玩手机吗？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你玩什么牌子的手机啊？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，人人有份。这一个远远微笑送的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烧吧！妈的，有骸骨，不然他死了。回来时会变得更强。Q 伤害打骸骨上面去了。哎呦，好吓人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抽二十没抽到超粉，自己花三十开了一个，可惜我现在那个三天四还没解，三天四解了，我搞个三天四抽超粉就好了，等明天吧，我看明天解了没有。更多火药，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我操，什么鬼？渣子，我从岩缝和海水中重生。那我也没办法呀。我死爆你！憎恨，小孩子的用词。你以为我会回头是吧？并没有用，你搞我，你自己想清楚了。野区都给你刷光了，你他妈的！护膝为什么点攻速不点 CD 呢？因为要抢筒子，不要点 CD。
你要么点攻击，要么点攻速。我个人操作手感需要这点攻速，就 A 火刀强筒子。你 A 人可以慢一点，但是 A 桶慢一点可不行哦。所以有点攻速肯定是好的。大乱斗也不点 CD， 要么点攻击，要么点攻速。CD 前面用处不是特别大。你看我连银蛇臂都是520啊。是关树送的办卡，谢谢老板的办卡，谢谢。他妈的有六子，操！我尼玛！谢谢普兰西送的粉丝牌，谢谢。服了呀！大乱斗可以主义。一刀没漏，厉害了！升第二个大招是因为我有收集者，收集者先攻，然后加个焦灼，三分之一的血脆皮中了这个死亡之女就直接砸死，砸杀线很高，就更有机会能拿人头。而且他的减速是 60%， 溜人也很厉害。普通大招减速 30%， 死亡之女中间真伤砸到的话就是 60%。 哎呀好烦，太灵活了，他装备太好了，我好烦呀，养了两个爹中野。就怕他有叶子风刃出的好快。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死亡把我吐了出来。没 K 到，好受多了，直接回了。哎，他没过来。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。粉钻吗？好的，稍等一下。
烧吧！怎么放草外面呢？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哎呀，钱吃不到了，我好烦。烦死了。老子600块钱我套死他。我操！啊！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没有记忆，但我有更多火药。烧吧！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又失去了人。妈的，有眼！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又一个。就是建坤，干他！完了，我没技能，傻逼了。还好爆坤，我操！救大命了，这爆坤。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差点距离，这就点了吗？啊？